前清安全出口标识，迅速撤离。如遇烟雾，请湿润衣物，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大家在有序撤离现场时，请注意环顾四周环境，防止被高空坠物所砸伤。在撤离过程中，请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安全疏散，防止踩踏和拥挤。剧场是我家，消防靠大家。各位前来观看 BJ48 Team 一奇幻加美里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进入场内；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超过50×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的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设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整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演出结束后，请聆听从工作人员引导，由第一排之战区依次退场。退场前，请不要起身离座。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BJ48 Team 明野离子。
住你轮胎不放开，抵挡着狂风暴雨从未倦怠，喜怒哀乐镜头浮现在脑海，心已燃起来，我心着谁的期待，一起向旋律舞台，我把你在我胸怀丢进
气寒冷，希望大家能多多注意保暖，多喝热水。嗯，谢谢大家。Yeah.
开始深睡枕头上，聊聊快许个心愿，祈祷时间停留在这瞬间，因为你们在身边。就是很感谢就是大家一直陪伴了我们连续这么多个晚场，然后我们今天来的粉丝就是福利非常好了，我们在每个 MC 环节都有一个抽奖，对，超级，对，我们先抽吧，先抽一个第一个号，张莹你不要抽第一个号吗？哎，现在先说一下国王是谁吧，先说，那我帮你说了，好好，你们猜的是谁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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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小小哦、啊，为什么我刚刚说小小有人？小叔叔哦不，对，那我们先来抽第一个幸运粉丝，这是第一个奖项，四等奖，对你快点，四等奖，四等奖，我跟你讲，这个奖真的是可有趣了。啊，现在开始了，别提前说完，我还没有奖要礼物是什么耶？说完抽吧，你抽完我再告诉大家。抽，停吧。六百十七，不，这个不重要。617，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重要。就是他最后他这个七是单数嘛，然后今天所有的单数位的朋友都可以在楼下领取一瓶饮料，对。哎对，大家现在赶紧算一算，然后超威，超威怎么？超威是一号，一二三，对。对，因为中间是一号位，然后那边是二号位，这边三号位，所以一和三好像都有的耶。哦，你不是二啊？没事，你也不差那瓶水。然
然后接下来，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再抽十位观众，然后可以获得我们的周边产品。嗯，来吧，我们从圆圆开始吧，一个喊停。哎，我要抽了。嗯，停。五排十四座在不在？五排十四。不在。说你这都多少排了还举手？不在是吗？哎，到底在还是？你都你为什么？他票根是那个，但你没坐在那儿。对，就凭票根去领就行。好，那、嗯、好。他可能比较享受被人仰视的感觉。好，恭喜你。好，下一个要抽吗？要。李子来，我能来转吧，来吧，来停。六排二十二，有人吗？举手。有人吗？没有。没人，我们要接着抽吗？没有，我们要接着抽吗？还是抽到够十个呗？好，严帆来。再抽一个呗。就反正我们十六个人。哦，行。对。那转吧。停。七排一。好，可以。OK，恭喜恭喜。然后小树，恭喜恭喜。小树。小树，抽一个。啊、哦、，OK， 开始。停。三排一。在吗？三排一。还是要打起精神，认真来发球演的好吗？打起精神来好吗 ？OK。马球来抽一个。Okay, 开，停。五排三。在吗？五排三。好，开了四个。星星来心，停。三有吗？有没有这个票根？有、啊、有票根不够？没有啊？有。有吗？有没有吗？没有，那就再来一个。那我来吧，来，三二一，停。三排二十六。有五个了，来兄弟。啊，来开始。三二一，停。四排六。四排六。一三四。在吗？举手。有啊，好，有就行了，六个了。六个。来，不用抽了吧？过了不用了，然后上佳佳来。上一，那我了。哇塞，嗯，开始吧。停。二排九。肯定有。举手。OK。七个了。七个。来，第二。第二。我来抽。还没呢，只有七个，有几个人不在哦。对，有的位置上没人。哦，完了，被平了，就排完了。那可能不在的就算了，是吧？不是吧？我不知道哎。我发现了，我就只要我一讲，然后控台就给我黑。没事，他们不在的人现在还可以买嘛，现在赶紧买啊！现在叫点脸，对，不在一样黑。那就这样是，哎，可以那还有啊，再抽三个，再抽三个吧。行，赵迪儿就是不想给你镜头，你就这样。好，那我们正义来抽。不行，镜头给我一下，谢谢。没有，跟哥哥直接设置就是十个就停了。停。五排八座。在吗？有吗？有人吗？有有。现在是第八个了。来，正义。正义。开始。开始，开始。啊，停。六排十八号在不在？有吗？有吗？好，有九个了，九个了。来，剩下最后一个。珊珊。啊，停。八排二十六个。没。有吗？没有哎。再来。再来一个吧，珊珊。再来一个。再。停。三排。哇，这是我的生日。哇。好，恭喜这十位。朋友，然后我们接下来两个 MC 的奖更为超级大的，对对，别走啊！要上厕所的都憋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假如你的队友借了你的钱，你要怎么委婉的让他还你？那就从布丁开始吧。好，喵喵咪，我是有一点甜的布丁。大家好，我是 DJ 48 Me 的圆圆布丁，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也谢谢在看直播的你们。耶！三二，李圆圆。耶，谢谢。高堂没有你，不再留恋。
有欠我钱，怎么委婉的提醒他？我可以拿一个袋子里装很多的硬币，然后到他面前的时候，摇摇摇，你听这是什么声音？然后他可能会猜到，我说没错，这是钱的声音，好听吗？好听，那你也让我听一听。然后他就可以把钱委婉的，就是提醒他还给我了。好，那要是他说我也喜欢这个声音，要不你给我吧？对啊，他可能会就是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忽略掉。好吧，那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 站 4T TV 一的李子，大家可以叫我荔枝。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公演。耶。在座。谢谢。林子，谢谢。谢谢。怎么样让队友委还我钱？我好像都是还别人钱，是不是？我觉得以你的经济实力，应该现在不欠人钱了吧？对，现在不欠人钱了。对，但是如果说要别人还钱的话，我一般都是，就是在他能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就是一直在那里说，哎，好穷啊，最近没钱了，怎么办？我也好穷啊，真的，哦，太穷了，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不是我们对日常吗？对啊，我们日常就是啊，我的支付宝里面只有10块钱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的队友就会说，你没想到我比你更穷，我的支付宝里面没有钱了。对的，是日常了，就是我们队的话，就是互相喊穷，应该已经是日常了，对，对，大概就是要让别人还钱，我觉得会很尴尬呀，我一般都不知道该怎么，完了以后就找你借钱，我跟你讲，对，不，我都找李子借，他肯定不会找你要还钱的，对我都不找别人要还钱的，我都觉得很尴尬找别人还钱，你想。你要失业了哎，有你们几个在就没关系，输不了业的。对，然后我一般是不会找别人要还钱的，那我都是看他想不想得起来，想不起来就算了的那种，对，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耶，一心一意听蜜，一心一意木印象。大家好，我是 BJ 4T听蜜的杨一帆，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杨一帆，谢谢大家。杨一帆，谢。谢谢。然后我的话，对，我是那个。你没有机会找别人还你钱。对，我是那个借钱的那个。但是我觉得我们队的话。好像没有说是你要催着他还你钱这种事情，一般是发工资第一时间就是想，我好像欠谁谁钱，我要还给他，然后永远再借。但是杨一帆永远不能一次性还清，都要分期。这样，我先给你一半吧，一半下个月再说。结果呢，这个月又累积了上一次的一倍，然后就越来越多。哇，这是一个微积分的题目呀。对，我就觉得理想和那个叫什么戒备一样，就是千万不能碰，一碰就对，然后。我觉得是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女人。哦，就是如果要说欠钱的情况，一般都是比如说一块儿出去吃饭，然后比如说我先付，然后让别人再给我。但是如果要是忘了的话，不好意思说怎么办？我就带他去同样的地儿，然后再吃一遍。还是你付钱？不啊，那个一到要付钱是吧？那我上次另外让另外一个人付钱，这次你来付吧，让他应该就懂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把甜蜜种满大地，每天呼吸新鲜空气的小树。大家好，我是 BJ 4T Team E 的刘诗兰小树，然后今天很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Team E 奇幻加冕礼公演，谢谢。耶！刘胜男。谢谢。然后，今天说那个就是如果说别人借了钱该怎么办，我一般就是把钱借给那个人的话，我肯定要首先考虑他的经济基础能不能在大概一个月半年内能够把这个钱还给我。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应该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找我借钱嘛。然后但是其实我也不会就是主动去找别人要，因为可能关系太熟了就会更加不会。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也会用木易的同样的方法，虽然有点就是旁推侧敲这样，但是应该就是能够最后把钱，而且大家就是平常出去吃饭就是这一餐钱我先帮你付，然后下一餐大家就会互相这样就是付钱，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不需要算得特别清，这种也挺好的。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好，接下来有请下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耶！正一的平方是郑一凡。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郑一凡，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郑一凡，谢谢。教委让我出期末考试卷子，我甩锅了，因为我要看郑一凡。谢谢。不是，你应该把出的卷子提告诉他。谢谢。代表广大的考生感谢这一番。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我们队最穷的，他们就从来借钱都不会想到我，只会想到响哥，因为响哥是最富的那个。不是，我也不是有钱，我说过了，我不是有钱，我就是你要抠吧。对，之前倩楠跟我说过响哥一个省钱的方式，就是买那个饮料嘛，然后那个饮料他们就会想哥就会带着一群人去，哎，走走走，我们去喝那个，然后其实那个饮料买二送一，啊、然后他们点完两杯之后，想哥就是那送的那一杯。对，因为星爸爸那个卡，他就是买三杯就送一杯中杯券嘛，然后就带着他们一起去。对，然后就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一般就会跟人家说一句记得还啊，可能就是没有还我也就忘了。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金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看我们喜欢加美理工演。耶、yeah! ！Hello， 星星。谢谢。就是一般就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不借别人钱。就是我觉得就借钱这种东西，就是最好就是。找爸妈嘛，因为借了不用还，也不存在着这种就是别人借钱容易伤感情是吧？对呀、啊，别人催我还钱，然后我一般就是没钱了，我就给我妈打个电话，然后我妈就给我钱，然后我就不存在我去借别人的钱。那这样不伤你妈妈的感情吗？不啊，我妈每次就是会赢钱啊，然后就分红啊。哦。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他每次这些分红给我了以后，我就是不需要还的，然后就是无止境的去花，然后我就不需要别人借钱，就这样，我的 MC 说完了，谢谢大家。耶，让我们一起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理想，现在来看我们公演。耶，赛诺理想。谢谢谢谢。想想，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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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试加油。然后说到，哎，这种话题简直是为我而生的嘛，对。然后就如果我有他们借了我的钱的话，我从不委婉，对，因为我有一个备忘录是专门为他们而建的。就是每个人，就是前面是他们名字，后面是他们借的数字，然后只要我知道发工资的那一刻，然后立马就把它截图发到群里，就从不委婉。对，然后我要对在这儿得夸一下张小莹，他说他永远哎，关于这个事你别夸，不用夸了。你刚刚让我夸你的吗？不是，我在台上需要委婉一点嘛，就是说我上来不让你夸，然后你就非要夸那种感觉。不行，就要夸一下，因为他永远是还钱最快的那一个，对，非常守信用的一个人。哎，这样的话，那我下次就是月初发钱我就退群。好像你能走一样，就你能跑哪去？第一阶的群一起退了吗？不敢。那他就不止我这点钱了，那就更多了。哇，你知道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不值当的，我跟你说，佳佳，为了我这点钱不值当的，咱啊。对。
你知道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进我们那群吗？都各大领导发红包呢。对，啊，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亲密的罗雪莉，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奇幻嘉宾李公言，谢谢。耶、yeah! ！罗雪莉，谢谢，谢谢。谢谢小美女，谢谢，谢谢。啊，其实我是一般不会跟别人借钱，我和就是和马玉琳待久了，也开始学着开始存钱。对，就是多多少少每个月存那么一点点，然后你会发现过几年就特别富有。虽然我刚开始，但是我一般也不向别人借钱，就勉强自己凑合活着。但是如果硬要就有人想跟我借钱，然后怎么提醒他还的话，来想，就某天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就告诉他，看见那个美女了吗？像长得像哪有美女啊？哪有啊？这哪这哪这儿？没有没有。看见那头大的吗？长得像不像我上次借你那250？有点，哎，有点像思聪。思聪帮你还。这个钱多，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Hello， 嗨嗨。这一换，大家跟不上你的节奏了。不管昨天多闹心，今天也要笑盈盈。大家好，我是 BJ48TV 的张笑盈，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虚幻嘉宾李公言，谢谢大家。耶！谢谢。张。谢谢。哇，真重口。谢谢。哦，要说到你刚说了个什么西瓜加美女。嘴瓢，偶尔的事情啊。然后我偶尔吗？你有资格说我吗？没有。然后说那个关于还钱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人家还钱确实是一件很就是尴尬的事情。但是有一次啊，我是应该是去年的冬天了，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打车到机场，然后刚好那个打的那个车呢在放电台里面说的是那个关于一个北京的那个还钱的故事，说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那样的，说错了吧，说错了，大家希望自己讲到对的吧。然后有一个就是说要腌那个什么蒜，就是把那个吃的吗？青蒜，知道是吗？什么玩意儿？腊八蒜。啊，就那个，然后好像就是会腌一下那个什么什么蒜，然后后面就是会送到其他欠你钱的那一家人那边去，然后告诉他我们之间该清算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啊，是吗？是有这么回事吧？哎，北京人，厉害死了！北京人没听说过，不知道。那下回我给你腌一罐蒜。真的没有吗？腊八蒜不是腊八蒜，是过年吃饺子用的呀。那边朋友说有哎，那肯定你被人送过蒜。嗯，我家年年被人送蒜是吗？你还直接跟我发信息，然后是你们自己家腌蒜啊，谢谢。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耶！那这样的话，理想队腌一缸啊。你们点钱都不知道我买一缸蒜。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李娜，大家只能叫我李尚云。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夏天我选你。谢谢。李尚云。谢谢。李娜。谢谢。李尚云。谢谢。谢谢，我在剧场人气还是蛮高的哈。之前有人说那个预算那个什么北京 top 16里边有写了我。啥？没毛病啊 ，Team E top 16。对 ，Team E top 16。那不一定都。知道今天多少人了吗？16还在上吗？今年保16啊。然后那个，什么啊，欠钱还钱这事儿吧，我其实没有就借过别人钱，就是一般我有钱的时候都是
就马上自己花了了。然后要说一下昨天那个郑一凡特别可怜，然后他买的饮料然后被别人拿错了，然后他就特别可怜的过来，就泪眼汪汪的跟我说，说好不容易想奢侈一把，结果那个饮料被人拿错了，特别可怜，等我有钱了，有钱的话我给你买一杯啊。你没有小树，好，小树直接把他的给我了。你输了，佳佳。尴尬吗？我后来路过小树房间的时候，小树就，我跟小树讲了这件事情，小树就直接把他的给我了，就当没说啊，这段掐掉。因为小树吧买的是一杯什么菠萝，然后给他做成茫茫，他不想要，可能是他给换了。对，他喝不了。对，然后李尚怡还有，就他比我们好一点，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钱可以活下去的方法，就打电话陈家和我们俩出去吃饭吧。对，然后小人儿就会就会带着他一起出去吃饭。不是学弟学妹，就是我能说一句吗？不能。不是，尚哥你不知道，就是有一天我不是说我特别喜欢教和前辈吗？教和前辈就突然主动加我，然后他加我的理由是说咱俩有空一起吃饭，然后这个饭从我出道等到现在他都没有来找过我吃饭。教和前辈，如果你看到今天晚上这场公演，请你于星期一下午找我吃饭。别说了，他应该不会看的，你别说了。存在的不存在。对，我告诉他，我提醒他一下，那就给你客气一下，你看。然后如果说别人欠我钱的话，我应该会直接给他发一个二维码嘛，现在这么发达，直接把那个钱写上之后发二维码发给他，扫一扫直接付款了，是不是？对，因为我知道他们老支付宝还我钱，然后现在每次我打开支付宝都会弹出那个提醒，让我买他3块钱买他那个收款码，就是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哎，可以搞一个那个，啊，你要分别不我不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下面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Dear，大家好，我是 BJ48TME 的赵迪，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三场晚场公演。耶、谢谢没事不要害羞嘛。谢谢啊，怎么又等一下？稍等一会儿的那个先生还要你，但他不好意思说。是什么什么？没有听清。这什么骚操作？稍等一会儿的那个哥们还要你，但他不好意思说。这是那传说中的谷歌吗？谷歌，我觉得还有点像度娘的声音。听过哦，不过就是我听这个特别像，就是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外出旅游的时候会往车里面下载那种导航，然后就是有王俊凯的，然后有陈俊宏，哦不，那个，不好意思，这有点对他有点辨识，然后就是。我想一下，有那个林志玲的，然后还有是郭德纲的，对，不好意思，你快说，怎么让别人还钱？好，对，然后说到 MC， 怎么让别人还钱？然后我想一下，关于，好尬呀，我不行，我想一下，我一般从来都是欠别人钱那个，一般不是。那你想想，就是你怎么找别人借钱，别人不愿意借的时候，不愿意借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前辈，那个我最近就是手头有点紧，然后能不能跟你借点钱啊？前辈也，然后前辈你都找谁借呀？我想想哥，想哥肯定很慷慨，因为他那儿有利息的。对，我最近发现就是，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从来都是觉得借钱应该找响哥借，但我现在发现了，应该找麻球前辈借，因为他是有钱吗？他
虽然就是平常不怎么就是虽然麻球钱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我觉得，因为他会忘记还让别人还钱。麻球听到了吗？麻球，所以以后就跟你借钱了，前辈，谢谢谢谢谢谢。那宗仪呢？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Me 的李宗仪，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耶、yeah! yeah!钱，我之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别人欠我钱，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管他借钱，就说我最近没钱，能不能借我点，就这样把他借回来。嗯，就是这样。耶、一二三，苏珊珊。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苏珊珊，大家也可以叫我珊珊，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在呢，苏珊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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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珊，谢谢谢谢谢谢苏珊珊，永远喜欢你。哇，谢谢谢谢谢谢，辛苦。对，然后说到怎么叫别人还钱的话，因为一般找我借钱的都是冯思佳嘛，所以我对他有一个专门的方式，就是如果他借我的钱不还，他不是口袋房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翻牌嘛，我就去他的口袋房间发一条我苏珊珊还钱，然后开个直播让他粉丝看着办。对，谢谢大家。耶、那么请欣赏接下来的音乐曲吧。谢谢大家。
给我站好，眼神气势单调，情感，哎呀呀呀哎。
一瞬间，实现神奇的预言，速度因
着你的表情，像人群中一抹迷人风景。每一次人群中偶然相遇，时间一瞬间暂停。你的微笑，你的忧郁，决定着我的天空，下雨或放晴。灰姑娘留下了玻璃手机，我心中的王子赶快捡起，他收藏着我对你一片真心，希望童话般的结局为我降临。哼唱着你爱的歌曲，换上公主一样华丽蓬裙，要让你目不转睛。忽然间你向我靠近，这世界仿佛剩下两个人而已。灰姑娘留下脚步声、一千零一夜、爱的魔法、灰姑娘的玻璃手机，大家开心吗？开心。然后我们在 MC 之前要再抽三个，然后每个人将获得一套一对的合签。对。就每个人一个。合影一个签名，然后就是仅限一队的成员啊。对对，那先谁私下来一个吧。啊，三二一，停。耶、yeah, ，恭喜你。啊。哇，他被抽中两次是吗？那是不是只能说他运气好，对吧？只能说他运气好啊。对啊，对吧？命好没办法。
对，然后那子璇再抽一个吧。十啊啥？行。哇，恭喜恭喜！然后麻球再来一个吗？嗯，停。是战区没有号是吗？有啊。哇，谢谢，恭喜。没有，后面还有一个更值得讲，等会儿大家不要走啊。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说说你被怼或者被甜的一次经历。我先吗？嗯，我那个有一次巡演的时候，然后去安静一下，哎呦哦，哇，然后就一个人特别兴奋过来说，我超喜欢你，你就是那个刘娜吧。我就是被怼的最厉害的一次。嗯，你想呢？然后我就是也不就不是被怼吧，就是我们第一次不眠之夜首演的时候，然后那个上海的舞间哥哥也来了，然后就帮助在控台嘛，然后当时公演结束完以后，他就悄悄地叫我叫到一边，我以为有什么好事问，然后他说，那个李想，你是这场公演的 C 是吧？我说嗯是。他说你跳舞怎么划水啊？我说哥哥我没有啊，我真的已经，你说我手眼已经流汗都流成那样了，怎么还能划水呢？然后就，哎，没关系，他应该不会看这场公演对吧？对，应该不会，大家不要所以他告诉不了他。我觉得有被怼的话，冯思佳经常怼我。没有啊。你今天就怼我了，当着我面造谣。哇，你敢说北皇的不好是不是？没有，冯思佳很甜，对，冯思佳很甜。冯思佳呢？冯佳觉得郑一凡最甜，因为他老给我收拾屋子，很幸福。对，那么，你们，被怼好像没什么，被甜就是来这儿以后就前辈都挺甜的，就每天都被甜吧，也没有什么，你遇到的前辈可能跟我遇到的不一样。不是，那是个人问题，跟前辈没关系。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Me的黄子璇，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耶、！黄子璇，谢谢。黄子璇，谢谢。黄子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比较甜的就一件事吧，就麻球，就是他总是习惯让我帮他。我怎么甜啦？难道就是你总是让我帮你做一些事情，一些私密的小事情。比如说昨天晚上睡觉把你差点挤掉地上吗？我很，算了。然后我让他求我，他一开始是哼爱弄不弄，后来是求你嘛，做一次，来吧，来求，来，你过来，黄子璇，滚，哈哈哈，好好笑，不是呀，以后你的屋子自己收拾。哈哈哈，那就这样吧，那我们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幸福密码，谢谢大家。
气充斥在脸颊。跟我来吧，将梦境绘成水彩画，在玻璃上慢慢涂鸦，滴落下，瞬间宛如彩虹幻化。
风破浪 One two three 心情在燃烧 One two three 一起来释放抽出一位，然后他将获得我们的万能站票，就是可以兑换任意一场次的站区的票，就是包括特殊公演也可以。对，
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可能有特殊公演你没有切到票，然后可以用这张万能站票来兑换。对，那我们来开始抽我们组的这一位幸运。三二一停。哇，恭喜你，恭喜你。然后现在呢没有什么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MC 话题，你来定，前面念一下。一，觉得适合什么样。二，谁的模仿分享。三，记背的事。四，面试为广告。五，觉得最为什么。选几呢？一二三四五。二七。七。帕尔不在一个世界。然后现在要挤一二三四五。三二一。一。啊，五。听见四和五，先打开五看一下吧，反正对，都打开吧。觉得最为什么？觉得谁最傲娇？为什么？过四，换，一会儿不会全过了？四，面试，代言产品面试，为狗狗排猫粮，狗狗排猫粮，难看。这什么鬼？硬汉牌女装应该的，一会儿酸酸上来了，让他代言那个硬汉牌女装。然后这个就是强行推销的意思嘛，这个 MC， 你要不要试一下？再看一个别的。好难啊，这个。行，二二。二，感觉这三个词就很，啊。谁的最拍？想看自拍，去微博看。模仿一下。来，都打开吧，哥。说的像我最适合代言狗狗牌猫粮。那你倒是说呀，对 MC 说的像我们说完这个代言广告就会有找我们的一样。哎，这个哎，万一呢？要主动出击。完了，这刚刚怎么出现了？刚刚是不是说过了？说过了，小 MC 说过了。那就跟我挨着说一下吧。就想说哪个说哪个吧，来吧，佳佳。就是队里谁的自拍最好看？还有疑问吗？肯定不是你啊，肯定不是你啊。就是有一些就是过来给我发私信，就是说什么能不能教自家小偶像，就是怎么才能拍出你这么好看照片。我只想说换张脸。我开玩笑的啊，不要啊。你以为谁都有钱换脸的吗？那你握手会可要小心了，万一他把你毁容了怎么办？天哪，好害怕，我不参加握手。对，就我也说那个吧，谁的自拍最好看。因为我对反正不是我的，我一般就是我吐槽一下吧，我也不知道谁的自拍好看，但是马玉琳的自拍虽然不怎么样，但是她拍我很好看。这倒是，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自拍了，你的自拍和她拍完全不是一个人。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来优堂见我，不要看我的照片，谢谢。对，然后也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最近都是小马在给我拍照，然后虽然他自己觉得自己的自拍很好看，但是其实他的自拍也都是一个角度，但是呢其实还是夸一下小马，因为小马每次给我拍照都会拍得很好看。然后他我觉得你夸一下他长得好看的一阵子。好，他长得好看，但小马今天不舒服，然后就不怼他了。想现在看到这个时间刚八点半，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今天想早点回家还是晚点回家？晚点。行，早点回家，不要说我们昨天公演太短了，大家就想早点回家是吧？都好嘞，那张小莹，这样真的好吗？别，我们正常一点，因为昨天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还挺合适的，可能就稍微对陈建南不在的日子，对不在他的日子少了两个小时公演。然后说到自拍这件事情，那肯定不是我。对，金鑫，我觉得你自拍超好看，真的。我刚想说他呢。请大家以后都模仿一下你的自拍。对，我觉得理想自拍可以戴个帽子什么的，盖一下发际线。问你了，我问你了。就一个小小建议嘛。好。然后，然后我现在说自拍这个回事，我首先真的很想 diss 那个金鑫，真的一开始的时候呢，真的我是很为这个后辈着想的，我可就是安利他了，是不是？大家看了微博看看嘛，真的很好的一个后辈。然后去了点开微博，这样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没粉丝了。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啊、没事，我觉得我们队除了我的自拍难看以外，其他都好看。这是一个后辈可以说的话。哎，你可以恶狠狠地说这句话。我觉得除了我以外，我们队的自拍。主要是你已经都请李佳佳这种高手来拍照了，为啥拍出来还是跟你本人相差很多呢？就是手抖嘛，就是。佳佳，你手抖啊？你经常干嘛？你想？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哎，范娜。嗯嗯，然后。烦死了，我想不是那个，哪个？哎，就说说不明白了，我只那么一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这不是，是优套的小火车。好了好了好了，回我们的 MC 话题。我觉得，认真的说的话，我觉得小树吧，就是小树他的所有自拍里面都自带自己的 feel， 就是我特别期待他每次发那种长微博，就是好多好多照片连在一起那种，就是一看就我还没有看他的名字，然后就刚刷出来，咦，我就知道。就这种滤镜，这种感觉，那小树没错了，就是特别少女，对对对，少女就是森系吧。开始的时候发了一套图，然后我跟他们都说，天哪，我被小树可爱到了。嗯，对，那种感觉。你们不喜欢看佳佳的影评吗？喜欢呀、啊。说实话，我一篇也没看过，真的。哎，我那天在首页，我那天在首页无意中刷到了一篇，然后有人给我买热门吗？不，没有啊，就是随手刷，你刚发我就看见了。然后你还说我为什么给你点赞，我只是觉得啊，你是第一个点赞的，对，送一下温暖，过两分钟了，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觉得啊，影评可以写这么短的吗？写个读后感呗。对，开启了新世界。其实佳佳的那个影评写的还蛮良心的，就是虽然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东西啊，但是至少叙事的，叙事片，对。好，下一个。啊，金金。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队的自，就是我们队里的自拍，我喜欢就是像少莹前辈还有倩兰前辈的，因为他们俩走的路线都是那种，就你不夸下别人，我懂的，毕竟是 fashion style 多少，就 nice，three 和 nine 嘛，对不对？就酷。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刚刚其实有到第四个 MC 的时候，第四个不是第四个，第四个话题的时候，然后我有想到那个是代言那个。难看牌化妆品嘛，然后我当时脑子里面突然有一句话是这样的，麻烦给我一个机位，谢谢。哎，有化妆品吗？就是谁没人上台带化妆品？假装假装，假装这里有啊。我当你化妆品吗？你本来就难看。你本来。好说话啊。对不起，空气好飘啊，对不起，然后。没飘，没飘。啊，真的，他说本来，你本来不用给我太写了，谢谢谢谢谢谢，太写不用给太写了，对，那就这样吧，让我们欢迎下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请大家期待下一个万能站票。耶耶。我们上一个 MC 有抽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万能战区对吧，然后我们这一组 MC 然后也有一个，对，就是你如果你抽到你的话，你就是在任何一个场次，就是我们队公演的时候，你可以选那边有战区的位置自行站，对，我们打 call， 对，那我们现在我们这组 MC 就大家一块喊挺好了，可以吧？开始开始转动转动，显然控台哥哥们不想下班。开始，动动动。黑屏。哇，你还有操作？来来，他罢工了。那我们要不说点别的？行，说点快快，坚持一下，坚持一下，马上了。嗯，好，开始。开始。哎，他不想给你们。不行。我们要不先说？没有了，又真的有脾气的呢。没电了，没电了，有深处吗？那我们有深处吗？好像没有。没有吧？没有。那可是话题也不见了。对呀、啊。那我们自己先自己。来了。三，二，一，停。OK。还有。有吗？OK。哇！谢谢你。哇！
获奖了。好，那我们看看剩下的话题。答、嗯。哎，快出来吧！最近它坏了。好、啊，那我们自己想个话题吧。那珊珊出题。我出题就是说一个套路别人的句子。句子是什么？套路别人的句子。对啊，就是那种甜甜的句子。好，好好我知道。子子想好了吗？啊，什么什么什么意思？那不然迪迪想好了吗？哎、哦，有了，有了，有了。话题都打开了，大家随便看看，然后从子子选一个说吧。哦不，我先看一下话题，我瞎了，我跟你说。我们对老套路，自己选。你觉得自己最适合代言什么样的产品？增高鞋垫。你闭嘴，这个我闭嘴。烦死了。对，你自拍学姐好看模仿，然后吐槽自己，然后三是说说深刻的被怼的事。四是代言狗狗牌猫粮和什么硬汉牌女装，这是什么东西？五是谁最傲娇？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个一还有三一起说了。行，那你说说看。因为，对啊，没错，就是增高鞋垫，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很绝望啊。我想想，是。是在也是在机长的时候吧，在机长的时候，当时是这样的，前面的人都是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都我可以保持特别好的那种，就是很良好的感觉，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人，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他本来就比我高嘛，就1.8米的个儿，然后本来他是弯腰，然后突然间把手抡得老高，我当时就望着他，然后我还跳起来过，他也跳起来，不让我跟他击掌。特别的素质特别差，素质特别差，挂他微博挂他，这个就叫跳机长，对，真的是跳机，对，就是以后你们跳机长的素质太差了，知道吗？考虑一下像李子这种成员的感受，对对对，考虑一下我还有理想的感受吗？那小树呢？小树选哪个？我选择。死亡，死亡，不要，我还想活很长呢。我选择，你选择适合代言哪个产品？我觉得李木星很适合代言。你们为什么又扯到我身上？自己适合，自己比较适合。其实我本来就想到说代言的话，肯定就觉得有吃的就特别好，因为一般代言商就是让你去代言的话，他会把自家产品就会往你脸送。可是你知道题目说的是代言狗狗牌猫粮，对啊、你要吃吗？对、啊，狗狗牌。他们不是有很多人就是有养宠物的主人，就是有时候没有吃的就会拿出狗狗。你可以代言那个硬汉牌女装。对，我也想的是。一定要成为最棒的男子汉。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有特效的话，就可以做一个，就是给我 P 一个硬汉的后皮。你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一队的右臂肌肉都很强壮，为什么呢？因为。把所有的狂风暴雨，是不是小树？一不进。我们那段时间跳那个就是一直就是活动右手。对，我们甩坏了我们队员三个胳膊呢。对，因为甩那个真的会得肩周炎的。会的。对，你呢？刚刚有啥话题来着？特别多。说说硬就是记忆深刻被怼或被甜的事儿，就是。为了大家早点回去，就不用自我介绍，反正大家都认识我是谁啊。然后，人家大闪都抄了，人家大闪都掰了，人家不认识你的，谁认识你啊？然后大家好，我是 BJ48 新兵马玉林，然后 MC 是，就是，没有你们乖一点好吧？然后，乖听话，我们早点回家。然后，哇，跟谁回家呀？然后深刻被怼就是我的粉丝们，他总怼我的衣服，明明我是那么 fashion 的服。谁啊？他们就总怼我穿着，但他们也很甜啊，就每次机长的时候他们会给我比爱心。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就比方说你有一套衣服是那个塑料的外套，那你觉得好看吗？然后你说很野，我觉得他很像打鱼的。
啊，我不想吐槽你们，反正我觉得就是怼我怼的最狠，然后舔我舔的很甜的，也就是我的粉丝们，对。然后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耶、yeah！ 这是马玉玲，你每回怼我那么狠，你也没舔过我呀？这个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对，然后我要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代言假发，对，因为我仔细想了很久，如果我要代言一个产品的话，因为我头发多嘛，然后昨天那就用不上假发了。就是因为我戴的这个假发发量很多，然后显得就是它质量很好嘛。其实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代言那个万能调音器，好吗？调音器。对。嗯，应该还行吧。那圆圆呢？我想刚刚珊珊说的那个话题，我有很厉害的，所以我要说珊珊说的话题，就是树。树，我选择死亡。啊！不要，不要，对不起，对不起，拜拜，啊、拜拜。拜拜，对不起。完了，圆圆看了半天，圆、哎、圆，快快快！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不会拒绝我，弟弟。第二，我弟弟，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吗？你最喜欢喝，最喜欢喝。我最喜欢呵护你。哦。哇！圆圆，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我知道你最喜欢痴痴的望着我。哇！圆圆最近这几天老是对人说这句话，我还有一句，什么？我掐指一算，你命中缺苏珊珊。哇，厉害了！那北北，哎，你把这个 MC 气氛抬上了高潮，然后突然抛给我，没有，又一个高潮来了吧？没有高潮，没事，北皇，北皇不虚。哦，我第二个吧，我想嘛，模仿马玉林自拍。嗯，马玉，那个我们昨天模仿过了。真的吗？对，你不在。不，我想趁我不在就。不，我要看北北再来模仿一次。我不要，不讲了，哼。那你换一个吧，你不能逃 MC， 会被挂的。我还怕吗？他喜欢那个。没，我们北皇什么都不怕，怕过吗？我觉得我第五个话题不用说了，何思佳就是你了，他已经刚刚演示完了。谁最傲娇是吗？哦，哇，对啊，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那个，其实我想说第一个嘛，代言什么产品？就是我可以去代言瘦脸仪，那个瘦脸钳。那完了，卖不完了，卖不了啊。是我是瘦脸前的样子，我要找一个像冯思佳这样的，就是瘦脸后。你认真的吗？你有本事你拿你的头发撩上来再给他。没本事。不，他应该就是马球演那个瘦脸前，然后让这个去演瘦脸后，是吧？对。对，就是有这种，这个顺带再增高和减肥。对，就有这种明显对比。来，小黄。我想说二，就我觉得队里自拍最好看的是小北前辈。啊，真的？哇！不是啊，是人长得好看啊。啊，对，跟他没有关系的。聊不下去了，模仿不了，因为这种仙女的气质是无法模仿的。哇哇！哎，你为什么还鼓掌？我想暗示你，你没有吃醋。啊？其实我每次都不想 MC 不想说你，但是你每次都偏要站在我旁边。让我不得站过来的呀！哇，是你呀！哇，那我们下一个，你来说一下。好，我就说第五个吧。然后觉得谁最傲娇？我觉得这个必须是小马哥承担这个。我觉得他最傲娇。对，为什么呢？哦，谢谢你哦。哦。就是他的那个六连嘛，就是横的那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我好傲娇哦。那我们来欣赏一下青春画卷。谢谢大家。
青春的画卷，总有你我单纯的笑脸。
房间，我想他全部是胆小的人物来乱猜。无数个不明夜晚望着天花板，为何大家不做出改变而只懂得期盼，总是找各种理由将生活排得满满，从而忘记身边有更多精彩。与其命运安排何不启程离开，踏上这尘埃飞去一站，束缚生命的枷锁由我们亲自解开，引领自由的路漫，肩破一直向彼岸，无所谓艰难阻碍，只要勇敢去打败，胜利欢呼迎接未来，成就我们的时代。时间勇往直前，全不会实现。
绍环节，请大家精神攻略员指示一次与我们击掌，一二三。